说的炸酱面呀、啊。俺俩和平法语，好吧？哎呀，吸到我的大动脉了。吸吧，没关系。数瑞玛的时代尚未到来。我有点生气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生气进来后果很严重的。我问你要吸我啊？化为尘埃，我打死他来！这猴啊，一看就不够细节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先 A 他，他就死了。死300块。走回家。这波有一个问题，到底要不要出耀光这件装备，还是说先出振奋小件来跟他耗？算了，先出耀光吧。我愿意前往。狗头人还得是先出耀光。我如果是先出那个岩收宝石的话，我可以顶着他吸。而且我蓝也蓝容易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12层。没法吸了吧？哎，还吸？对，吸来。这螳螂挺烦人的，这闪现，这个闪现可挺烦人的，我没敲出来。哎呦，哎呀，400块啊，90块，不行，钱不够。永远都不会停息。这波不闪吸血鬼一个 Q 死了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。碰一手线儿，哎。下波我看看到底我们是来个疾跑啊，还是来个点炎呢？换个点炎，换个疾跑呢？你们说，换点炎好一点，就是
换点盐虚区能够一点，而且能点盐他。换个点盐吧，嗯。好，换个点盐啊、哦！下波死。死了已经。兜。本来上边就能杀的，那螳螂旁边出来了，从旁边。吃两层塔皮试试啊。好，回家。无敌，这倒没有无敌。这波不欠债啊，就是这波欠债不合适，我们可以直接买不欠了。四十减西地了，已经四十了。W 技能9.12秒 ，E 技能7.3秒 ，Q 技能3秒一个，开大招1.5秒 ，OK。软弱无力，死了！你他奶奶的！来来。Nice！ 我要你来，个小螳螂。你打得过我？我已经无敌了。简简单单无敌一波。哎呀，在昨天我才知道啊，我的母校到底是哪？我跟你们说，以前我都大意了。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哈佛的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我是麻省理工的。失策了，来个魔抗吧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那610了，现在就可以一直抠了。刚才少了30层抠，上面上路那波没有抠着炮车，下路这边没抠着炮车，然后差两个人也没抠着。
好眼我的炮车，你可能并不知道死字到底是怎么写，兄弟。吃过两边铲，你给我死！我让你上来，来。没想到吧，无敌了。这就拆，赶紧把一些塔给他拿下。狗头云的发育这必须得好，如果你发育的不好就会挨欺负，知道吧，谁都欺负你，一定不能让他们欺负你。这把傻逼了，没点法力流息弹，我是蓝的不够用的，我需要一个西兰刀来成为永动机，或者清晰术。别拦，快换一个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Shut down。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。枯萎。这没办法，现在扣一下他就跑，那就没招了，也追不上。哎呀，这人可是有点多呀，这。这人咋这么多呢？右边这个人不是我们家的吗？我以为他是我们家的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们需要一个西兰刀，让成来成为永动机。嗯，这为啥不能卖呀？差多少钱呢？哎，这为什么显示不了差多少钱呢？哎呦，度过了许多岁月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呀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得出去是吧？然后再回来再买。呀。对，买不起啊、哦！对，不对，买不起。我没有钱啊！对，我没有钱。我们慢慢的抠一会儿啊，
没有西兰刀根本蓝就不够用。这波呀，来的人应该不会很多，三个以内我不太害怕，除非他们家控制很多，那就没办法。这咋还乱配置了呢？传下路去，这拆迁户，我都给你拆了，我让你们去打龙去，我看你还敢不敢打龙。螳螂在这个位置，好像看一下啊，你让我抠你一下，再让我抠一下，那不能给他，这能给吗？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往哪走？这波想走不太现实。531，不抠了，差不多了。他们家现在已经差不多要没了，应该是打不过了。我们慢慢抠啊，这个换个啥？换个疾跑吧，跑得快一点。往后点，他能扫描扫到，你知道吗？要我抠死他！哎呀，这个没抠死，算了，抠个老头吧。往哪跑？啊，往哪跑？你想知道往哪跑？哎呀，我的人头！我的人头！猴哥给个蓝吧，回家了。给个蓝以后来把无尽吧，暴击伤害变成220%，哎，分200，这个撇了不要了。燃烧宝石不要了。烫死了吧！呀，狗哥不给面子了啊！居然一下抠抠不死，我现在就想抠一下谁，比如说寒冰，他们家寒冰咋没了呢？吸血鬼死了，现在基本上暴击那就是一下，除了这个老头我们抠不死以外，啊，锤石也抠不死，除了他俩吧，螳螂跟艾希还有那吸血鬼，我感觉都能一下就抠死。就这螳螂吧，就抠这螳螂了，今天抠他一下看一看啊！
其实狗头人才是打工人呢、啊。抠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别的我都不行，我就想扣一下这个唐唐。好，我们来扣他。算了，这有个锤石，不扣了。俩玩的吧，我去下路收兵了。艾瑟怎么放技能了呢？谁允许你放技能的呢？哎呦，我好勾！哎。暴击了，他挂机，我指定是不能让他好。